晚自习不让吃东西，你老是喊饿，我给你买吃的。不要，我最近没运动，都长胖了5斤了。哪里胖啊？一点也不胖。乱说，我明明都已经称过了，就是胖了5斤。那我也称一下。称在宿舍。 是谁在那儿？给我出来！我都听到你们讲话了。是谁在里面？给我老老实实的出来，不然我让你吃处分。 主任，嗯，主任，嗯，球场有人打起来了。谁打起来了？不知道，我刚在那打球，看到一群人过来，拿着棍子哐的一下就打上了。快，快带我去看看。干净，干净，干净，干净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这门底子呢？开不开？里面有同学违反校规校纪，你给我在这盯着。好，我去那边看看。好，好，好。要是让人跑了。 主任，赶紧，赶紧，赶紧！主任走了，快走吧。我不走。为什么？我不能走。我如果走了，这锅就扯我拧背。哎，我没关系的，你们快走吧。不行，为了保全自己，出卖兄弟这活我干不了。白欣，你快走。那我也不走，大家都不走，有事大家一起扛。 白欣，你快走吧！不是，刚才主任可能已经看见我了，现在保一个是一个，你赶紧走，听话。真在这待着不好，快去吧！快去！你真着急忙慌的把我找回来。这女人啊，就是感性，一遇见事儿就慌，就得找一个像我这样靠谱的男人。 感性了，你把女孩带这儿来，要不是我来得及时，你找谁来帮你？不是，哎，我刚才算不算应刑就委一回？哎，别说了，看看主任。走吧，走吧，灯关了。这事儿啊，我已经知道了。你们这违背旧照，声东击西，玩的挺溜啊！啊，你们当教导主任是傻子吗？一问都是高三一班的，这不明显理应外合，沆瀣一气吗？老师，我真的是恰好路过，我看到教导处主任，我替他大义灭亲了。你还狡辩？你当我看不出来啊？气局保帅呗。 真不是老马，这事儿跟丑幽宁没关系。你要罚就罚我，闭嘴，你闭嘴，你别以为你进了体育生保送名单，你就有恃无恐。这件事情本来教导主任要严肃处理的，是我给他压下来的，啊，被我给压下来了。哦哦哦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都高三了，怎么没点数？差一点，差一点就差个千军万马呀！你们到底明不明白？ 明白，明白。你明白个什么明白？你明白？你们现在啊，就是没见过世面，以后啊，上了大学，啊，这个你会发现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的精彩，可以有更多的选择。为什么非要在现在浪费宝贵的时间，啊，追求一时的儿女情长呢？老师，我觉得这个想法有点太绝对了。我觉得高中的时候未必不会有纯粹的情感。 对呀，这以后未来的事儿你哪好说呀？行行行，边去！我也不跟你们磨叽了啊，这次的事儿先这样啊。如果是下次教导主任还到我面前啊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，我可就不客气了啊。嗯，你们、他们，通通给我叫家长，咱们一起好好聊一聊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，听懂了。
不会有下次。说吧，好了，回去吧，快上课。好的。真是。哎，我这草头呢？啊，终于休了，可以好好睡两天了。你们没事吧？没被记过吧？没事，老马给压下来了。没事就好，白皙可担心你们了，昨晚都急哭了，就怕你们受处分。那你有没有为我着急啊？我才不着急呢，最好罚你们去扫厕所，我才开心呢。那我这每天臭烘烘的围着你转。哎呀，讨厌！静叔，静叔，你来干什么？上次电话里说好了呀，妈妈回来看看你，知道你今天放假，妈妈特意来接你回家。不必了，从六岁起就没人来接我放学，我不需要。静叔，是妈妈的错，咱们回家再说好吗？回家？回哪个家？静叔，妈妈有很多话想跟你说呢。嗨，你好，我叫楚幽宁，是静叔的同班同学。哦，你好呀。静叔，有些事情一定要面对的，你跟阿姨回家吧。可是，勇敢点。是呀，静叔，走，回家。饿了吧？菜都做好了。快吃呀，来，这是你最爱吃的糖醋鱼，尝尝看好不好吃。怎么了？味道不好吗？都怪妈妈不好，忘了你的口味。都怪妈妈没本事，你爸走了以后，家里就没了收入。你要上学，还要照顾你奶奶。那个时候，你爸的抚恤金还没下来。我白天去餐馆刷盘子，晚上出去摆摊，做些小生意。那时候虽然日子很难，可我没有一句怨言。可是，后来你奶奶也病了，我实在是负担不起了，直到遇到那个人。他是做生意的，对我也很好。他当时承诺是会照顾我们母女两个。我想着要一直供你读书，光靠我一个人肯定不行。最后，我才答应嫁给他。于是你就抛下我奶奶，去过好日子。你误会我了，静叔。我当时是准备带你走的，可是 你奶奶坚决不同意。她说，就算你们祖孙俩饿死，也不会让你叫别人爸爸。我实在没办法，后来就跟着那个人去外地做生意。每个月给你打钱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想你。那后来，你怎么一次都没来看过我？
回来过啊。那个时候你上三年级，可是你奶奶不让我见你，怕我把你带走。我实在是拗不过老人家，我就只能在学校门口看着你，我就那样流着泪看着你，又怕被你看到。中考那年奶奶就走了，生前什么都没给我说。这是2008年那会儿，当时发生了很多事，本来是想带你一起过去的，可是我也有我的苦衷啊。算了，都是过去的事了，现在妈妈最大的心愿啊，就是希望你、你弟弟、我们几个人可以一家团聚。先吃饭吧，饭菜都凉了啊。静姝，你听我说，你走。算我求求你，你走，我想看见你，你走，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，你走。静姝，静姝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我不是为了贪图这套房子，我是真心想把你留在身边。买了这套房子，你就可以跟我一起回去了。你叔叔他是个好人，他不会亏待你。他现在生意上是出了一些问题，需要一些钱来周转，这样两全其美不是很好吗？那男跟我什么关系啊？他缺钱，凭什么要我来买单？你的那个家